由韩国导演许秦豪执导，章子怡、张东健和张柏芝主演的《危险关系》将于27号内地公映。26号，剧组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式，章子怡也接受了媒体的专访。和撒贝宁的恋情曝光后，两人在谈及这段感情时，始终都有点遮遮掩掩。所以昨天当记者抛出感情问题时，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刻阻止，反倒是章子怡自己大方地说：“没事，这个问题可以聊。”在采访中，章子怡首次回应了跟撒贝宁的恋情。20几岁，我从中戏毕业就想找个好人嫁了吧，结婚生子，现在也是这样，我没有改变过。